生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欢迎收看Community同居时代。我们从网络上呢海选出三男三女，总共六位小伙伴一同居住到我们的共同居住空间，然后呢在平日晚上一起吃晚餐，然后周末的时候再一起出去玩。哦，上礼拜其实蛮精彩，真心话大冒险，是没错。结果思雨先提说 A 对 B 讲出五个不满意的地方，没想到这把剑反过来射到自己身上。对呀，哎，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而且重点是上一集我们两个一起去带了一个任务给他们，对，就是要让他们假日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然后再分配工作的部分，没有想到思雨竟然失业了。他一定很受伤。对，要之外，感觉好像他应该是最多人选的。预告上面又看到说思雨哭了，对呀，思雨哭了，他到底为什么哭了？真的是因为就只是没被选到副驾吗？没选到副驾，好啊，我在后面可以大肆的睡觉、吃东西，也 OK。不要那么难过吧，好期待哦，因为这也是。他们准备要出去玩，是因为在前面好像是第一次出去玩啦，对，第一次出远门去玩，而且已经住在一起，应该第五天、第六天，所以就会更刺激。那我们应该赶快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藏在我心中，不是你慢慢的撩开，爱你在心口难开，听你爱听的歌曲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汇是暧昧，笑容甜美是必备。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后对你迷人笑起，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昨天我衣服被，昨天我衣服上面有黏，就是那个胶拔不下来。哦。我的冰箱超空的，冰箱超空的，我已经把零食都快拿完了，然后奶茶昨天又被我喝掉。是大食怪，你吃那么多东西啊！你怎么吃那么多东西啊？小朋友喝完，你煮我。我有超想吃披萨，所以到时候你点披萨的话，我可以一个人买大送这样，然后吃完。那个马上上吃吧。一个人在家就吃到它一直冷，然后还是可以吃。这也是蛮屌的，所以我还办不到。我有是起床，然后超饿，披萨都没有拿去烤。没有烤。没有烤，我直接把它拿出来直接吃硬的。饿哦，吃完不会肚子痛吗？不会，吃完就可以睡觉。好，大吃货。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我有阵子疯狂的去当志工。是当什么志工啊？我就是山里面教小朋友。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想去当志工啊？因为那时候我阿公走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再去看他的时候，是他转来台北三总医院。三总医院。然后，再去看他就在加护病房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哦。就是屏东的阿公啊，台北的小孩，所以然后台语又很烂，不太能够沟通。结果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妈他们就说叫每个小孩子轮流进去的时候，然后在阿公的耳朵旁边跟他说话，让他可以醒来。哦，我讲到这个有点想哭啊，不知道什么。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台语很烂，我不知道要跟阿公说什么。后来我就学了一首台语歌，那首歌里面就是很多
可以唱给我的想法，我对他的想法，然后就唱给他听。嗯，他的手就是已经很肿了嘛，因为都水肿，就是打那个点滴，然后就水肿。然后我就碰他的手，然后就唱歌给他听。唱给他听，这个画面很难过哎。然后那时候唱歌给他听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昏迷，他那时候就是有，他就起来，然后他就掉眼泪，就他就躺在床上，然后就眼睛就一直眨，然后就掉眼泪。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就想说，哦，原来音乐这件事情，或者是歌词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不听没有歌词的歌。就是音乐是一个它可以帮助你跟其他人沟通的一个方式。他以前是做那种花旦嘛，花旦，他在戏台上面跳花旦。然后他以前跳戏的时候，他就说他以前唱歌仔戏的时候说这是用来酬神的，所以舞台是可以跟天沟通的。所以就一直想要，所以我就觉得有一天我也想要站到舞台上，然后跟他沟通。陈婷，然后我现在在 Aaron 的店打工。其实我们本来是网友而已，就是见过一次面，然后加了 Facebook， 可是没有多熟。然后他就说，其实我超缺人的，然后就很踊跃的邀请我来上班，然后就来上班。就有一次我们在店里，他就是很常会说他要先去哪里，然后我完全不会知道他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店里面的那个喇叭是接蓝牙的，那时候是接在他的手机，所以店里面放的是他手机里面的音乐。然后我想说他如果走远了，应该音乐会自己断掉。然后我就边做边也没有多想，我就想说奇怪，怎么突然有那种手游游戏的那种叮叮噔噔，就是那种就是感觉是在玩手游的音乐。然后我想说，就是这个音乐很特别。可是听久了之后，我就发现不是啊，这是有人在玩手游吧。然后后来就是，他就默默就是很震惊的这样回来这样，然后他说：“你刚刚是不是去打手游？”甜点店，其实我觉得最根本原因是我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因为其实我不是像例如说餐饮科系方面出身的，那当时就是边摸索，然后边研究，例如说从菜单开始想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开始，就是我把甜点做好，那我之后也许我可以做别的东西，然后做个结合。那这个东西是。可以从我第一间店，大家给大家一个联想，那我希望它是可以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买了烫青菜，然后六碗汤。主餐已经有鸡肉，但我还是点了醉鸡，因为他们这边醉鸡实在太好吃了。
到。对。哇，哎，好漂亮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可以看了，你可以看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吃什么？不知道。这是现在可以点的吗？这是现在可以点的吗，老板？哎呦，你要吃吗？要吃饭了，要不要饭后再吃？瓜香菇。那我看一下，这香菇汤，这两碗香菇汤。不然你跟我喝一碗。我跟他喝一碗。浅尝一口。我浅尝，浅尝，浅尝。你今天去哪里啊？我今天上学啊。上学哦。不好意思。上学呢。有点遥远的词啊，刚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我们需要等其他人再吃吗？对啊，等其他人。都可以，等他们来再弄吧。所以其他人有说什么时候来吗？只有姐姐说7:20。好。怎么了？没事，我想看那个他的那个，想看老板的菜单，看看我们皇帝都卖些什么。有什么什么的？怎样？需要帮两位介绍一下？哦，好啊，太好了。我乱说的，有点冷，你们看一下，先看一下，再跟你们说。好哦。好啦，就是。冰品的话是这一张吗？好，谢谢。好 ，OK， 好，结束是。对，冰品这一张嘛。啊，冰品是这一张。对，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天气是有卖冰品的吗？有啊，而且今天大家都吃冰，已经很热，这两天都是。蛮热的。对啊。哎，嗨，来了。Hello。饿吗？冰品。这是什么？然后呢？哦，这我的一些惯性用具啊。哦，不是泳装是不是？啊？不是泳装。不是比基尼。不是比基尼。对。啊，对哦。你有去拿泳裤吗？忘记带了。啊！我叫他朋友打。对，他怎么？没有，我在看时间。哇，还有这个、啊？略饿。这是主餐啊，主餐是不然我们吃饭喝汤是不是？我以为是只有喝汤而已，什么奇怪？不是、啊，预算没那么少了，预算没那么少。有，我玩游戏有多赢，但我只多赢50块，我也是蛮逊的。50块？对，不是1200吗？那我算错，我自己有赢很多，1200就没有400块跟50块差。没有，我只有50块，但 OK，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啦，应该是适合吧。这个吧，啊，这个我，你不喝这个吗？苦瓜，对，这样好吃，苦瓜好吃，这是苦瓜，对啊，这种我也是。没有加沙尔丹，嗯，加沙尔丹了，嗯，放这里。我真的胖了好多呢，好好吃啊，嗯，好好吃，好爽，嗯，我觉得超喜欢吃海南鸡饭，嗯。鸡饭真的超好吃，他的饭好吃，他的饭跟鸡肉是最。Hello， 我来了。哎，坐。好香啊！今天吃海南鸡饭，鸡肉大餐。对。这菜该不会是你自己烫的吧？当然不是啊。我想说可以吃一个你亲自下厨的东西。有卫生纸，好吃。等一下有甜点呢。哦，甜点是亲自下厨的吗，皇上？甜点就是了，就是在家煮饭，我只能洗菜，但甜点的话，我还是有发挥的空间。然后就吃海南鸡了，海南鸡饭超好吃，超好吃哦，海南鸡饭超好吃，超好吃。哇，这感觉一定很好吃，嘴急，吃好。嗯，上进去。哇，最鸡超好吃，嗯。最近是好像喝酒，然后穿红色条纹的衣服，嗯，好吃哦，嗯，好像喝酒，超甜的，嗯，来啦 ，Hello， 哎，我坐这里，就这，刘公贵，刘公贵，来，花瓣我帮你放，哎，你今天不是回去那个？你说帮忙吗？对啊。我后来没有去帮忙，后来我跑去健身一下。我们两个已经带比基尼了，你们两个的，为什么你们会不预备啦？没有，我去哪？我去家里拿。所以明天是真的要去游泳，有啊，一定啊，是海边还是泳池啊？游泳池，我们来讨论一下行。海边太啊，海边很硬哎，所以我明天风雨飘摇。真的，但是我以前是都在下雨的时候游泳。
为什么？我不要陪你，会感冒啦。他要游泳，因为我以前是游泳队的。哦。啊？哇！哎，你是不是讲过？他讲过。自由式对不对？高中的时候吗？国中国小的时候。我你还蛮适合游泳的啦，就那种手掌脚这样。嗯，真的。所以大家都有吃饱吗？对，我有一个吃饱。吃饱了，我想再吃。好想吃。我觉得可以吃甜的。哎，青菜吃吃吧，这几天都没有吃青菜。哎，真的也其实。你们看吃一吃，我来准备，看你要吃什么。喂。不然就验一杯热红酒怎么样？来来来来来，我要我想要汤圆，谢谢。那我们可以买仙女棒吗？啊，可以买仙女棒。我想要嗯，该不会要跳？有啊，他说我没有办法跳，我才刚开始。然后会有人教我们跳，太紧张。他问我说：“所以你要跳舞？”我说：“对。”然后就开始跳到现在。我们把外套脱了，脱吧。等我把外套脱。哎，害怕没事的，没事的，可以的。大家好，我是 Yuna。大家好，我是 Alex。那你们要要我的时候，请伸进你们的手，然后再。你身边人说，请问可以跳支舞吗？可以，这时候女生乐高的手手，乐高手手，大概就是像这样的。请问我可以跟你跳支舞吗？可以啊，不是哦，是说女生是这样哦，放在马克杯上面。有没有看到女生是这样完成了腰舞的动作，代表说 OK， 我可以跟你跳舞。那女生在跟你跳舞，你也不用太，就是你可以很开心，但是可以不要做多余的动作，不要捏，不要压，不要抠，不要抓，就是不准抠手心。对，不准抠手心。不准。这样很变态。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好。这么优美的动作叫什么名字呢？转圈圈。对，但是要做一点小小修改。对，它的很相近的名字叫做 Angel Hollow。代表说，在执行的动作时候 ，Leader 就会如同帮 Follower 挂上一个光环。哇！所以我会往这边走。不是啊，另外一边。你要转头就转。好晕哦，又喝酒了，又喝酒，好晕哦。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这次体验最困难、最困难那个最困难的哦。我是助理，一个尴尬，一个就好了。我们一定要一起跳舞吗？可以换啊换啊。带一下吧，对，变冷脸了。你好，变冷脸，变冷，然后再教我这种啊，我可以教我这种。Get a lot of mileage out of curbs.
次。对，从来没跳过。刚刚觉得天哪，而且我刚知道跳舞的时候，我真是脸歪吓傻了，说怎么会有这个桥段？赶快把红酒灌完。对。所以就在你的店的旁边呢。对，就在旁边。但我平常就是在旁边看一下，因为这边常会举办一些活动。没想到这有一天我还真的是下来自己跳。那你跳舞好玩吗？好玩 ，swing dance。而且今天，刚他们说刚刚有两个男生搭讪我，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好，我们好了。好。那你握着手机的道理是？我就想说，我就握着，反正没关系啊。握着手机，好，来 ，ready and action。钢琴的样子，有机会的时候。这个脸是怎样？这个脸好像很红哎，是喝嗨了是不是？我就是姐姐，但是其实酒量超差。你今天为什么就是会赤脚在那个舞池里面呢？哎，你看看我的脚。哇，逼死人了！逼死人了，我会死在那里啦。我想亲近一下大自然。你是不是会继续跳下去？单场很长哦，很厉害，超级厉害的。大家这样一起跳舞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跳舞本来就是先抛开任何心情，然后就可以放松的去跳。所以在跳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想很多，就快乐的跳就对了。所以，啊，等一下，你喘一下。对，就是。real 的什么 real 的啦，你是说什么？听里面的女生一起跳的感觉怎么样？对，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嗨过头了，就把他们比我更亢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很 joy 啊，很好啊，超级热闹，我有点吓到，我比我还更嗨。可是我，对啊，还有一方面是可能是有经验也有工作的原因，所以没有像他们嗨成那样子。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也有起来，对啊，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力度啊，对，哎呦，好，我现在还在思考明后天要穿什么衣服，但是我已经准备好我的比基尼了，我一定要穿比基尼，我一定要穿。那如果明天天气不好怎么办？我还是要穿，尽量能穿就穿。要跳下去吗？跳下去的部分就留给到男生，体力比较，身体比较暖一点。那你穿比基尼干嘛？拍照啊。这是一个冬天还可以穿比基尼的意思。好害羞哦，明天好紧张哦。我今天早上在狂健身，我想他们都就要脱衣服，然后皇帝的身材又是那种很肌肉很大的，我就很紧张。我今天早上出门第一件事就跑健身房，然后我现在肌肉还很痛哎，还很酸痛。我妈输给皇帝，对啊。And action。没有生气这回事，跟大家说，大家不觉得就是皇上啊，他从来到这边以后啊，就一直非常非常的包袱很重，然后他的脸都只有一个表情，所以我就，然后他昨天就晚上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他就问我说，哎，你走心哦，你走心哦，我刚第一个有选你，哎，你不要生气啊，然后我就想说，哎呦，可以哦，然后呢，可是你知道，我们这群人就是。如果你要骗一个人的话，就要大家一起骗，因为我们同居嘛，24小时。我就想说，那就趁乱来一下好了。结果就开始爆哭，然后我就开始对皇帝就是采取一种，就是你知道冷处理的方式。他应该是听不到啦。然后刚我一坐进海南鸡饭店，他的冰店啊，海南鸡饭店，你对他冰店现在印象只有海南鸡饭而已吧？对。我刚坐进去的时候，然后我就假装很尴尬，然后祖祖还问我说：“
没事吧，没事吧 ，OK 吧 ，OK 吧，我就想说 OK 的 ，OK 惨了 ，OK 我就玩到你宜兰回来，我跟你讲。我真的对主厨来说超 NG 啊！我发现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怎么说？我不知道啊，可能被他们捧到有点，我不知道是我的尴尬。对，我觉得自己有点小尴尬，可是尴尬就会有点影响气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我跟他好像有点尴尬？对。原来思雨是假装的，对啊，我有点听不懂，是假装的是吧？他是假装的、啊，所以要骗就要骗所有人，嗯，所以他也没串通其他人，他其实他就一个人自己在演这出戏，就对，对，哇，他好厉害哦！没有，我觉得他一开始他其实是在意的，但他其实一个晚上消化完之后他就没事了，但他就觉得说不行。就是我一定要扳回一城，这跟我身旁某个有点相似。你身旁就他、欸，不好说。不好意思，我不想说了，我也不要了。Erica， 他对我会这样，很好笑，就是他。就是可能我说错一句话，他会想办法报复我讲过的这句话。就是小恶魔、啊。有从第一集我们就感受出来。是。所以我刚刚看他后面讲的时候，哦，他是故意，我就想哇，这个人怎么女生都这样？你现在是要赞男女吗？你好好讲话、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就爱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什么叫我们就爱这样？对啊，你怎么不想很欠骂？我真的很庆幸你们两个不是夫妻，不然真的好可怕。人生就是那些有趣的事情，要让别人学到教训，不然他永远都不会吃亏。不会成长，对，他自己讲出来的、喔，不是我逼他讲的。对啊 ，OK 哦 ，Fine Rio 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思雨是一个还蛮戏剧化的人，他会想看说，如果我这样做，别人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会觉得他想看一点好戏。可是我觉得他对于那种别人的情绪跟情感的掌握是很高的。你有没有听到他在讲他阿公那一段生病那一段？其实那个是很有意义的。譬如说，像大家都说只有跟阿公讲一句话，对，但他会唱一首我所有要表达给阿公的语言。大家确定阿公哭是因为感动，还是因为天哪，你台语好烂，我听不懂了？真的是感动啊，我这就是可考的。听我，你卖得起我啦！有些闽南语不好，跟唱歌崩溃，蛮像，就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前面嘛，他不是在哭嘛？对。通常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哭，没有卫生纸，一直用手擦，对方一定想办法就会递一张纸或怎么样。立成真的是反应真的挺慢的哦，立成大大。他可能身上真的没有卫生纸啊。那也可以有点。那我问你，如果说一个男生身上。真的没有卫生纸，那怎么办？你会怎么样？因为你男生啊。当然，一个方法是说我去帮你买卫生纸。嗯。但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哭得要死要活，你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对啊。怕你想不开。你懂吗？他可以用只是一个情感的发泄啊。对，可以用衣服啦，衣服或者是用手帮忙。或者抱抱他，说你好了，不要难过。可是当下反应啦。当下我看立成的反应是有点尴尬。我就一直听到说。天哪，你们认识几天啊？结果你给我哭成这样子。而且重点是讨论还是你阿公，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呈现一个很慌张的状态。真的，我要替立成讲一句话。因为立成，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不善于处理别人哭的时候，这是我遇过很多男生是，所以他们会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时候他跑掉也很怪。那如果说他拿自己的，他可能因为我觉得立成的个性是比较被动一点点，他会怕自己做不好，所以他不太敢说。你用我的来擦好了，擦眼泪还好，你给我拿去擦鼻涕就尴尬了，我觉得一坨黄黄的。思雨会哦，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他说不好意思，没事，他的真是他没错。而且其实前两集在看，我们在看跟思雨的观察，跟这一集在看他哭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是把真实的那一面呈现出来了，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对，我觉得他很极端哎，就是他在玩游戏，我觉得他好厉害，很高招。嗯，以那种你说天使恶魔来讲，那一方面我觉得他就很恶魔。可是你看他在讲阿公那一段，其实又很虐心。这感觉是他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他正在释放他这一块的情绪。但是刚刚讲到思雨的重点，是我觉得现在反而让我期待他做一件事情，就是看他怎么玩皇上。皇上他员工有讲到，他在店里都一副。就是很驚的样子，然后就哦，我出去一下，感觉要半身，他偷偷去旁边打手游，穿帮。真的好笑，所以他不是很厉害的人啊。他突然蓝牙连过去，他就所有人发现，连客人都发现他在打手游。幸好只是手游的声音，但他还是好驚哦，他在里面看起来真的是驚到一个不行。他在那个交心车上面也是什么都没有铺露出来。
就感觉就是平常的对话而已。对，皇帝很有意思耶，他是很内隐的完美主义耶。他其实蛮闷骚的。对，他其实是内隐式的。你会发现他做的每一样，你看他身体，他都没有穿什么暴露的，也没有爱表现，但他每一个其实都蛮完美的哦，弄的东西啊，设想的啦，或是什么都是隐隐的完美。你要怎么让他破梗啊？他要放松很难耶。啊？不是，我知道，就像刚刚跳舞一样，你要让他没有时间准备，突然来来来，大家都来，然后就。我必须要来，这我不来就不合群。好吧，我只好硬冲了。他在现场是大崩溃的，他是这样，对啊，然后说把手上红酒赶快干掉。大家跳还不错嘛，也还 OK， 蛮可爱的。因为而且重点是思雨真的很会掌握别人的情绪，因为他在跟皇上一配到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一定要配吗？很尴尬哎。”就是讲错这个氛围超尴尬，然后皇上就。不然你要换是可以，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跳舞已经够崩溃了，现在只有讲这种话，他已经想去死了。连环的那种概念。哎，但是我们怎么会没有拍到有人说对那个主厨开靶呢？而且我觉得他一定知道，他一定知道。我跟你讲，女生是知道的。对，第一次见面，如果这男生有意识的话，男生如果不藏的话，基本上女生也不是瞎子。对啊，你要荷尔蒙用喷的话，就是大概用喷的，感觉刚刚你讲用喷的，我怎么有画面？用喷的，用已分泌的状态。对，但重点是他们快要出去玩了。是啊，感觉可以期待一下。我还是期待比基尼的部分，希望两个都可以穿。三个都穿好了。你。这话应该你说的吗？有帮观众抹点福利啊！对对对，好，我也蛮期待三个都穿。对，所以其实三个，我发现三个女生从一开始，我们总觉得应该姐姐最厉害，因为对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对，感觉。可是后来我现在发现不是，姐姐反而是好像最单纯的一个。但我觉得思雨跟祖祖有的拼哎。两个差不多厉害哦，对，我觉得不一样的厉害，对，不一样的厉害，看起来。你好，欢迎光临。这款的 Outlander 的主要的一个重点，像说主动式跟车辅助系统，会跟着前面车子的快慢，然后来做自动调整，这样对。哦，我就不用，就是一直踩刹车、油门、刹车、油门。其实到像遇到塞车、学税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系统是非常的实用。好，有时候盲人侦测的话，针对于说我们在后视镜一定会有一些死角是看不到的啦。嗯。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当侧边的后视镜这边有亮灯的情况下，就代表说我们的斜后方是有车辆的。然后要加油的话是左边嘛？是加959。95以上都可以，对，一般我们建议加95就可以了。然后加油开的话是孔在这边。因为等一下他们会直接下来，我们就是接了他们就走。Really？ 我们不能。哇，你刹很死哦。刹车刹很死。每一台车都不太一样。不好意思，因为家人的开车技术有点好，所以。哎，我技术不好吗？是普通的人的开车技术。哎，我常被人家说我开车蛮好的。好，那我等一下试试。但是目前第一个刹车就已经有点……刚刚已经刹很多次，你都没注意到。那是现在速度，刚速度有点快。刚刚其实就有了，但是我是嫌东嫌西，吵死了！你还开，我去后面睡觉。就你为什么都没有交男朋友？不知道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还是你有个心态，就是你觉得好像可以再更好？其实真的都没有什么让我很心动的男生，就是觉得。我想要疯狂跟他交往，这样就是让我放下理智的。觉得好算了，每个年纪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可是，在这种年纪，不是很容易失去理智吗？就还是有那种，就觉得哎，就是很帅，然后或者是哎不错啊，才华蛮喜欢的这样。那没有在一起是因为你还是他？我们也没什么很暧昧的，不知道哎。对耶，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好好思考耶，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交男朋友这件事？没有啦，这也不是问题啦，只是我很好奇，因为通常你高中念哪里？庄敬。对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很奇怪吗？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啊。好啦，你这个杀的还不错。谢哦。蛮稳的。蛮稳的。面左转。快一点，快一点！左转灯有限，快快快！你开得很暴躁哎！我这样哪是暴躁？我这么温和哪是暴躁？快！
你看吧，是不是很短？你这家伙真是。我们可以等待。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讲说，我们大概五到十分钟内会到。好的。他给你自己有唱副歌，副歌副歌。好。无啦，就做医生哦，是咧想遐多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无啦，抓袂到啦哦。兄妹，黄少一分，一分。一直想不起来那什么。香香。好，下一题。换你，换一个，下一个人啊。300公尺后，请向左转。哎，我们似乎走错了，好像对前面的地方左转，然后再左转，那就是回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回转。这里可以回转，是不是？不用回转，不用回转，不用回转，就直接绕大圈就好了。这样不就是？我们直接开去台中，我跟你讲，两个开车的人都选自己。我可能我可以财务，因为我其实有点路痴，我怕我会把大家带到不见。突然有一种焦虑感。不要焦虑，没事的，皇上。开车没有目标是很可怕。没事没事，就跟人生一样。对不起，我刚刚一个晃神就忘记跟你说要回要左转的步伐。哎呀，喂，因为他们已经要上国道三号了啊，让他们整个在国道三号当魔狼。他应该搞错我们的方向。有啊，他重新规划了。没有，医院现在在我们左边，所以我们应该是往这。没关系，等下就 OK， 就是我们等下走的时候。我不要，我不喜欢用这个，我这样看不懂。还是我在后面偷偷帮你们导一下。也可以，也可以。不然这样好吗？等一下啊，先生，医院这不难，然后这么想上学就来学校了，太想上学。对对对，其实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没有不相信你啊，你左手的那个，你可以相信我。没有，我就是自己导航，我就这样比较快啊。You can trust me. You can trust me too. 上国道我们就结束。信义快速道路吗？不是不是是那个。不是，是外方交流道。对，国道三号。I'm so sorry. 你不要相信我。你相信我好了，我这边真的可以。其实还好，为什么我这边看只要50几分钟就会到了？为什么我这里是2小时3分？为什么你能这么久？你是按照走路是不是 ？I don't know. 啊，因为你要避开高速公路啊，你为什么？有啊，你按到了、啊。对不起大家，没关系。怎么有种进了民宿就不想出门的感觉？我也这么觉得。哎，不得不说，它这个智慧型跟车系统真的很方便。真的？我现在是完全不用踩油门。哦，真的吗？对，轻松很多。好酷，那我等下开一下，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感觉。哎，罗浮宫是在哪里啊？罗浮宫在巴黎啊，就是巴黎嘛。你有去过吗？我就住那儿，我告诉你。你说住在罗浮宫里面吗？罗浮宫旁边。不要玩石头。哦，没事，不要玩石头。为什么不要玩石头？云的后面就是蓝天，蓝天的旁边就是太阳。石头，你是怕起小？没错。大家好，有缺氧吗？好安静啊！怎么那么安静呢？其实偶尔安静也不错。好吧，那我们就整车这样吧。我闭着，我睡觉了。不是啦，就是有时候安，有时候热闹，有时候安静，对不对？就像一首歌要有前奏副歌一样。对，直接抢的。你真的你会像卡卡西，你不就快疯掉？真的吗？真的。开心没有？另外一个眼罩，有考虑加入火影，成为下一任火影，似乎是下一条哦，是吗？哪是？似乎是下，这一条，果然还是要信任皇上的，可以的，不可以弄坏干爹的车 ，Be careful。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很少坐副驾。为什么？应该。Things happen for a reason。这建筑感觉还不错。哇！很漂亮哎。打扰了。太夸张了。就停这里吗？就停这里吧。好的。好夸张哎！哇！真的，太漂亮了吧！
不会，辛苦了，辛苦了，老板捏捏。立成各种捏捏，好，立成，哎哎，石头还在里面。怎么？哎，我很失礼耶，太失礼了，我叫你出来，两只手。好，走走走，关厂房。看我够大呀！零食食物放这边。哎，我这慢点，慢点，慢点。一直慢点，慢点，慢点。哇！习惯性的喂食，超多的耶！应该是因为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小 baby， 他们是不是新的 baby？ 哎，女生还是泳池第一排吧？哎，是我们的房间吗？太酷了，晚上这边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躺在床上看星星。不用关了，不用关了。只是浪漫。我搞清楚一下，我们这个5000多块是今天一天的，今天一天的，今天一天的。我们可以吃两只鸭啊。哎，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点四人的。等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四人多少钱？这样总共多少钱？4500。你们确定晚上就是你们要玩的 party 或是什么这些都还够？对啊，对哦。那4500吃掉之后就没了。我跟你讲，你就看拜金的个性。我看完，拜金的个性。我有的是卡，这样子，我就拿卡。姐姐，他买早上都要去买早餐，一直在那边啊。我姐姐就是喜欢随便买，一直买，一直拿，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姐姐，买你俩吃不饱。姐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你明明就说饿，说去乱买东西。我饿死了，饿死了，狂买。你不要让我点，好，不要让我点，把钱拿走。我来点。哦，那我们打算讲好了。完全录下来，真的讲不下去，就有点无法思考。对，完直接完全无法思考，可以拍下来。可以，相信手机要有30秒而已，不会太冷掉。哦，为什么游到我身上不能长这么漂亮？哎。我是美式，但因为我刚好先吃一点，所以我鱼蛋比较帮你们分。哦，我很饱，我很饱。没有啦，就因为中餐我们也要在车上点。好，对啊对啊，就留着吧。好。为什么会有这种衣服啊？对，应该说我看不懂啊。就是你知道这种？这样。缎带，然后蝴蝶结。我就是少女啊，少女的衣服就长这样。好，绑紧一点，绑紧一点，绑紧一点。哦，它是把它掉，招财。谢了。有用吗？我觉得有用，我是有分力，它叫摇钱物。现在没有在录哈，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没有交往的男朋友，因为就是我都有暧昧，但是最后都没有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们其实一次都跟很多人，同时跟很多个女生。哦，那你怎么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扣起来一下。只是没有说而已。对，扣一下。但是刚你知道我不能在那边这边讲，所以我就想说。哦，但现在是有在录。听起来是没。但没关系啊，因为这边不能用啊。好，耶，出发。为什么不能讲？不想讲，我妈妈不知道。他妈妈担心，对，他妈妈担心，妈妈看了他会说你什么时候？好，不说了。到时候爆掉，我们就完蛋。是昨天，啊，算了，这个不要讲，不能讲，不能讲，我觉得那个不能讲。为什么这么多的秘密呢？大家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多秘密？这么多秘密，太多秘密了。我四点多才睡的人，我当然很多秘密啊。真的，原来是这样。原来你这么晚睡就是为了这些。我好多话想讲。说，一起把话说完好不好？说开好吗？我们不喜欢这种讲一半的感觉。可以出去了吗？哎，石头，你是平常如果你朋友安静，你就会受不了那种。对，好像是哦。你们太安静了，有点受不了。你们留白一下。我说不出话。这个剧情逐渐走向母汤了。才几天哎，我发现大家的那种。
本性一直慢慢露出来。我对祖竹完全改观。我就一直在怀疑嘛，你怎么第一个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第二个你怎么可能没有人追？对，因为我们第一天的时候问他，他说没有交过男朋友。我说那你有没有曾经喜欢？你总会有哈、哦、那个人我暗恋他，我喜欢。他说那个也没有，其实都有的嘛。对，大方一点承认没有关系的，大家别再假装了。但是重点是今天反弹那么大，原因是因为他在车上又说了，反正会剪掉。对，其实态度是不对。但你们态度会剪掉，有点让人家傻到哎。没有、啊，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也出道这么多年，通常我们讲要剪掉，他一定留啊。那就是梗。对啊，没有、啊，但我觉得在节目上大家都说啊，反正啊，不好意思，帮我剪掉，然后都拍进去，超智障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不对，这就是重点。对，重点是他的态度，因为他从节目一开始，他就是营造的出我是一个青春少女，然后完全对这方面是懵懂无知的。但是今天他呈现出来的其实是哦，没有，我都知道啊。而且他最后把他妈妈搬出来，但其实跟妈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都几岁了？就是暧昧也只暧昧。不过祖竹真的比较喜欢那个完美的感觉啦，就是他是更外显的完美。对，他是外显的完美，所以他会去表现出那个完美的样子的自己给大家看。但是这个完美的定义是由他自己来定义，什么叫做完美？那有时候这种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风险在里面。就当大家发现说，哎，你说的跟实际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反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这边也小小的回馈给他一点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在看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那种人性，通常我们可能在伪装或者我们在说谎或者什么，其实你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可是他都不晓得我们这种一播出有没有，这样一检视就很明显。因为就像开车刚那个刹车的部分，对，因为我自己有开车，可是我觉得如果旁边一直跟你一直在弄你，我觉得你会很毛躁。对，就那个刹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刹到这么的 perfect， 一定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但是刚刚整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欣赏皇上。第一个他忍住，要是我就你自己来开，你那么会开，真的会生气，真的会生气。我考驾照啊，还要开。你都没有驾照，还说不好意思，我家的驾驶好像比较好，就想说 what？ 他说他是平凡人。对，刚看那个谁，石头啊，他好像很不开心呢。他后面他们问那一句，他其实有点冲。我四点才睡，对啊，我四点才睡，我当然很多秘密啊。对，那什么意思？我有点不太懂。没有，他真的在发泄他的情绪，他一定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非常的不爽。不然以石头个性来说，他是不管怎样都会为大家着想的人。对，所以他从跟一开始，他感觉就心已死。他用冲的方式去回应大家，大家反而会对他有一点拒绝，就觉得说不要问。其实我觉得他们几个应该知道他在气什么。我觉得他的情绪应该是针对这五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我觉得，如果现在有什么不开心，到时候到宜兰的那两天，应该大家也会拿出来讲，或者会爆发。哦，他们在里面不是有讲吗？他说那就讲开吧，今晚就讲开。对啊，就讲这句话，刺激，怎么讲到这句话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讲开是讲不开。你没有看到那个男生他们的厕所有多大这件事吗？真的假的？而且他们很变态，居然邀我跟他们一起泡澡，真的假的？我想看呢，超大的。好想配白饭哦！好狂哦！好狂哦！好想吃白饭。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啊？对啊，空的是回到一半就下雨。真的？是所有大家都已经装冰块了吗？没有啊，因为其实是我不想要冰块，我想说特别留了一杯。没有啦。什么？我要自己调。这么猛啊！自己来。哦，最大哎，真的好像不会很难喝。嗯，对，可以哎。你说威士忌加可乐吗？对啊，不觉得刚刚那烤鸭真的超级好吃哦。嗯，超好吃。那是姐姐你真的超会选的。姐姐很棒。其实也不是我选的，只是给一点小意见。他只是把他平常的菜单随便一点拿出来。对。可乐是超威士忌，没有意思，谁让你存到可乐？你喝威士忌吗？我喝出，我帮你葡萄酒哎。哦，也可以。可是就还蛮强的。他怎么这么可爱啦？我是刚才叫我当威士忌的，你知道吗？现在怎么可爱？可以。不要再这样了，石头。石头加油！石头他睡的样子我还蛮好奇的。你没看到？没有。你没看过吗？我们很常看到。他是他最好的房间，是不是？很多自己约。哦，他喝醉的样子会跳舞啊。
有啊 ，Bello 那天他拍很正的，很缺，很缺，他在哪？他是求，不要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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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求啊，正好不在。我没有想到皇帝，皇帝好像没有喝醉过，他没有喝醉过。那我来喽，姐姐，真酒。不要冲动啊！不会，那酒有点少，大家要轮着喝，好了。不用了，没关系，我们那边可以喝那个酒，可以了啦。那边，那酒量有请让我敬你一杯。没有啊，没有啊。你上次喝醉什么时候？借我敬一下，借我来半杯好不好？你不要逃避我的问题。你拿什么东西跟我半杯？拿可乐跟人家半杯。鸡排蛮好吃。嗯，我这家鸡肉不错，你把它嚼得好浓啊。可以的，皇帝就是这节奏。你等一下，要不要聊一下？聊什么？那我们去哪里冰块？没有点冰块。你跟我去啊。然后，嗯，哎，石头，你脱口秀，等我回来再开始吧。等我尿尿，气氛有点凝结的感觉啊。我怕，哎呀，过来这里。过来就拍照了。我有点怕，害怕，害怕。怎么怕？都在。我们聊我们的。我还在放在车上。这样你好。哇。你到底怎么了？啊？这两天都在回避，对吧？你觉得呢？我是有大概猜到，因为他们都不跟我讲，然后但我大概猜到说是因为我副驾找主厨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找主厨的原因，为什么这件事会让你气到了现在？我觉得你故意玩我。我没有玩你。没有，你故意玩我。没有啊。我觉得你有故意玩我。没有，真的没有。你现在让我想笑，但我认真就是。没有。这个你嫁不下去是吗？我大家看到吗？就是我欺负男生，那我就嫁不出去怎么办？我真的怕我嫁不出去。不会了，我觉得会。不会。我觉得会。不是，所以你刚刚跟他们说，如果我嫁不出去，我就要你娶我。来喝酒啦！不是啦，你这样子，不是啊，不是你想太严重了，那根本没有，我也不觉得你在欺负石头，而且最后是他，而且是他最后绝地大反攻啊，我觉得还蛮好笑的。那现在知道是这个原因，是有一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但是如果说让你有这种感受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抱歉，但我真的当时的确是没有想那么多了，这样。你问一堆人啊，你为什么还自己跟我讲？确实，哪有人这个样子？感觉你很气啊，想说你在到底在气什么？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气成这样？那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问别人？因为我很怕，没有啦，因为你一开始有感觉是，你很怕什么？你一开始有感觉是，就是你不跟我讲话嘛。那我很怕就是我问了你之后，然后你不讲话，然后我就会生气。你就会生气？我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变得无法收拾。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先。冷静一下，然后先从旁了解，就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殊不知也没人跟我讲，然后所以就是到现在这样的。你聊我们了吗？我们聊我们的，真的没事吗？我就没有事，不要管。没事啦，没事。哇！我只是怕自己一个人坐在边边。石头就给他坐啊。没有，我体验你的一整天坐在边边的。我还被关在车上，车上啊，也不能下车啊，我在里面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嘛，不是我忘记，到底是我完全真的出不去，我那个我自己推是推不过去的，被困在，我想是你们的，取消出来关他的门，我下次会记着你，嗯，这次太好了，我想要擦，嗯，你在干嘛？你在睡觉吗？啊，哭了吗？是醉了是不是？爽啊，超屌的。爽吗？爽！我刚刚想，我觉得蛮妙的，就是好像认识你们很久，怎么会这样子啊？而且我刚数了一数，我们认识还不到一个礼拜。我觉得住在一起真的会差很多哎，就每天见面。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呢。你们想要来讲讲看，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跟现在对彼此的感觉吗？好啊，等下来说。那我就先来喽。不用，我们三个人先来。我们自己先来，没关系啊。那我先来喽。
姐姐第一眼见到就觉得一定是一个男生追姐姐。你说第一天的时候啊，对，我笑得很开心哎，我真的说笑脸如花。但是你一进来就讲英文，然后就想说，真的吗？对，你就是哦 ，sorry， 我就迟到了，然后就讲话还有点那种英文腔，就想说，我就很紧张，真的。难怪你对我那么殷勤，看见到我的时候，我就你好你好，然后这样说，我一定要讨好这个姐姐。然后但相处久了，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其实最没有脾气的大概就是你。啊，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就应该跟我差不多大，觉得是一个年纪很相近。然后听到二十六，想说，哦 ，My God， 大家怎么年纪都这么年长？看起来比较二六吗？你看着跟他一样大，十九岁啊。你看起来超像我同学。二六跟十九差七岁，所以我看起来有差七年的感觉。我比较二十六岁。这是好事哎，你还可以，就是你等于是这个外貌还可以再 keep 住七年，还可以偏偏很，对不对？对啊。然后第一眼其实我对你没什么印象。真假的？为什么？就想说，哦，就是一个男生。嗯。然后到现在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需要照顾的人。怎么说？就是觉得他好像就是随时随地，你只要不看住他，他就可能跌个倒啊。然后说我需要照顾，我以为你说我是照顾的人，原来是需要照顾的人。可是不得不说，你这个我真的你蛮需要照顾，对不对？对啊，对不对？为什么会有那个 moment 呢？就是就有一次呢，就是我那时候就说，哎，晚安晚安，你赶快去睡一下。然后你就说，可是我不敢自己一个人睡。然后你就跑出去，假的，你就跑出去，然后就说，石头，你快点进来。我有这样子啊？你看，然后我就我没有讲哦，这是他们自己真的。然后我就忽然间觉得，天哪，这个孩子，我就很想就说，哦，那好，你赶快去睡觉。自己睡觉吗？他啊，你自己讲。没有，我对那种东西比较敏感一点啊。你看到那种东西比较敏感一点，放下来，你看到吗？我看不到，但是我常常会不太舒服，就是要是我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太久，太久，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真的假的？对啊，我会不太舒服。那你在家里自己一个人睡吗？有陪伴的人，有陪伴有这样的人，有陪伴的人，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有人类陪伴，有陪伴的人，陪伴的人，谁在陪你了？不是这种东西陪我就对了，很可怕。希望你会越来越好。希望你也越来越好。我越来越好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很想听石头，我想听石头讲他。开始了吗？我不知道。那我们回去吧。那我们回去敲一下，和好和好，和好吗？很好，很好。大哥哥，你竟然为了这么无聊理由，然后再给我那边闹了两三天。哎，我真的跟我小八岁女生在一起，这毛都在照顾她。你照顾人家，所以你只能照顾比你小八岁的人。小八岁的人要，还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我们不照顾他，其实就可以照顾别人，他就会自己自立自强。哦，是一个反向思考，对，随环境变化。我觉得环境就是环境可以让环境太多母爱了，环境太多母爱。我从边，我从现在开始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变成大哥哥了。OK 啊，来看一下。但是环境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要再弄了，我们不会。我吓我一跳，我想真的听一下。好，不会不会，来，我们不会。我帮你，帮你，帮你。那怎么弄？我帮你，帮你。怎么弄吗？这，你会弄吗？当然会啊。好棒啊！上网查一下应该可以。都直接去那边 Google。我们算了，我们试试放手。好了，放手，放手，他们走。干嘛？女生能力都比男生好了，真的。你觉得他在这里会怎么样？太自卑了。不用那样子，就让你们做。太自卑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Do you know that？ 不，啊，怎么了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石头。这是什么？石头脸很红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便当盒。那它现在里面什么？没的。所以它是石头放下，石头放下。这个是什么？是要拿去丢吗？还是？是一个引导式的方式就对了。很棒。我也觉得不错，可以。哥哥，那是什么？石头不爽了啦，石头不爽了。你每次吃完东西都不丢，然后就丢。不，这个，哇，这个后面换你的时候再聊。我吃完都不丢，都他丢，咦？是吗？没有啊。这个后面再聊，没关系。哇，可不可以直接看下礼拜啊？他最后已经呛了一句哎。对，吃完都不丢，都我丢。而且祖祖有点被打到了。祖祖在这一集里面完全呈现了一个跟我们第一集完全看到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行为，然后讲话的内容，然后说话的方式，完全就是。我觉得从台北出发，从在车上一直到现在，祖祖都是主角哎。你有没有看到在倒酒那个 Quiz？ 对，他我不要冰块，我自己调。他调酒弄冰块，给别人酒，给别人沾酒的。对。你的攻击兵
他会不会真的就是一个公主、啊？他真的太熟练了。对啊，绝对有在混，我不骗你。没有啦，他的人生是比较精彩一点啦。太意外了。而且感觉石头已经忍耐到一个极限了。他感觉他对他蛮不爽的，我觉得。他准备要反击了。嗯，好可怕哦。而且先不要讲最后面那里，在前面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很多话都蛮酸的。反而当石头跟思雨单独相处的时候是自然的、自在的。他说：“哦，好猛哦，还要吃白饭。”但是祖祖一出现，讲话立马变得超级有攻击性的状态，而且情绪全部都出来，就是让……重点是祖祖还不知道，真的蛮不会察言观色的。没错，刚刚还有一段就是思雨和皇上在聊天，就他没聊到十秒钟，他就掉眼泪。真的是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没有，他已经压根不是，他已经压根觉得我要玩这个人。对对，可是能说哭就哭，哎，我们当演员的还不见得可以耶。我就讲我真的不行，人家说哭就哭，真的讲不出去。不会吧？对，如果嫁不出去，你要娶娶我这句，就这句，我真的觉得厉害。所以其实到最后是皇上跟思雨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发展。可是我觉得皇上很厉害，普通男生可能会就说好好好好好，再安抚掉，可是他没有，他完全不给正面的回应，而且他的逻辑很清楚，他就说不是你这个样子，你这样跟我闹个两三天什么意思？我超爱他这句话，突然就觉得他好 man 哦，什么意思？你这一趟我越来越欣赏皇上，我也是，对，我本来觉得他弱弱的，前面人格都没出来，这时候人格突然一气爆发，对我突然间觉得他越来越像他这个肌肉了。有那个味道了，头脑清楚，已经慢慢是我的菜了。本来前面没有，你这样石头又要难过了。石头你这个铁粉跑票了，我有点跑票了。可恶，被皇上圈粉了。对，石头，我现在觉得你有点太硬，咬不动。但我觉得他们中间在车上，我觉得开那个玩笑蛮好，蛮可爱的。哪一个？没事，不要玩石头。对，皇上其实是一个在想任何事情都会至少绕过三圈再说出话来的人。他讲的时候不要玩石头，其实有点在保护。他了，对，你知道为什么不要玩石头吗？因为砸到自己的脚。有人准备被砸到自己的脚了，有人被砸到了，有人。所以现在呢，其实是他们到宜兰的第一个晚上的刚开始，是期待，因为前面大家还会很惊嘛，可能想说也有摄影机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豁出去，哇，北宋都是北宋，对，不爽就不爽，大不了不录而已嘛，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这种氛围了。不到一个礼拜，一定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让石头直接做自己，没错，直接 real 了，对对，是。所以呢，我们再就来期待一下，下个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讲？就是你找不到你自己，你已经有一点 lost， 就是有一点，叫什么？迷路了，你自己迷路了。没事啊，难过就哭。就来给一个妹妹开导，我真的觉得。但是也不能这样讲。二十七岁。不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很早就开始迈入社会。你在干嘛？打摄影机啊。走。拔掉了。拔掉了，啊，check 一下，不好意思哦，大家。哇。姐怕等一下姐做出令我后悔的事情。